我们继续看150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讲到那么有佛弟子问，怎么样修行才能很快就得到解脱，很快就有成就？佛陀回答说那么我已经说过了，那么第一个要观察五蕴，或者观察诸因，就是观察五蕴身心，要从五蕴身心去观察，那么要具足要这个一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那么去修行，那么这些都是从五蕴身心上去观察，然后如果你不能成就我们说过它主要是因为没有无漏慧，没有无漏慧不能正见无我那么你虽然知道无我，但是你不能正见无我，那么所以你的这个闻思修那么并没有这个具足或是不具足信心这个三十七道品不外乎就是戒定慧信戒定慧，那么这中间那么都要有所谓的精进不可以懒惰懈怠放逸。好，那我们来看，所以都说我已说法，而且我已说法言就是我已经这么说过了就是要去观察五蕴身心，从五蕴身心去观察那么这一些那如果从一开始修行的方法来说这四念处是正勤乃至八正道。那我已说如是法，观察诸因而今我已经说过了，而现在还有人三男子就是比丘了他们跟他就问佛嘛，不勤欲作，不勤乐，不勤念，不勤信。好，那么这里那么讲到有所谓的有四种相，就是极得肉尽的四种相，就是你如果希望能够那么你这样观察你就能够证得就是能够断烦恼就先把烦恼的根本断掉了。那么主要四种，一种就是勤欲作，勤乐，勤念，勤信这四种。那这里那由这个如果是论师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他就是这四个基本上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说可以讲都是精进精进欲这善法欲那么然后好药那你先有那个意愿那好药然后一心然后最后那么能够那么贯彻到底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这里基本上是所谓的得肉尽的四相就是你不断的去做观察那这个其实就包括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心净念定慧。好，那么彼能即得诸肉，所以他说有人不勤欲作，不勤欲就没有去这样去修行那不勤乐然后基本上就是欲作乐作那么念信而自慢惰懒散怠惰就是你没有决心很简单讲，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说我要修行我要得无漏，但是你实际上说一说你没有决心看不到你的决心，看不到你的勇猛心那因为就看你的表现，看你没有也没关系要做不做的那么这个就知道你并没有决心跟勇猛心，那因为这样你的这个智慧就不能增进你的这个解脱分就不能具足所以不能增进得尽诸肉。假设如果有人那么照我所说的，那么对于他重点是观察诸因
重点是观察无蕴身心哦。那么在观察无蕴身心之外的其他的修行，都是为了让你的心，让你的心专注，那么有力，那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说过，修行其实就是从有我到无我，从有漏到无漏，从有为到无为。那么这些重点根本都在从有我到无我。那么由你执着身心为我，而欢喜赞叹懒着坚住这个我，就我爱我所爱。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不断的杂染相续。那么因为这样就有所谓的业轮回。好，那现在你要从五蕴身心下手。那么从五蕴观察这个五蕴身心，那我们说过就两种观法，一种就是从无明从无我开始说起，一种就是从我爱就离我爱，就未换离就从离我爱开始，一种就是离我见开始那都没关系，都是观察这个身心，因为都是我爱我见嘛。好，那如果从离贪爱，就是离我爱我所爱下手，那么基本上你还是观察身心，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先知道有贪，知道为什么有贪；无贪，知道为什么无贪。那么你都能够理解。那么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贪，那么我能够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贪，我能够相续无贪相续，然后未来的贪不会升起。现在没有贪，但未来的贪不会升起。那现在有贪，那么知道为什么有贪，未来的贪，现在的贪不会相续，那未来就没有了。那一样的道理。那我见基本上就无我，从无蕴无我、六处无我跟缘起无我就基本上从这三个。那缘起我们早上说过，它基本上叫做五蕴六处那么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五蕴六处，那么境界心境那么直接去做观察那都知道它是无常无我。那天天都要这样想，天天坐下来就要想，那静就是静中是这样想，动中也是这样看这一切无常变化。因为你看它，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境界，因为这个人，那么心产生变化。那么你有苦相，有忧苦相，有烦恼相。那么只要有忧苦相，有不安相，有烦恼相，那就代表你的心有生灭那么一般都是生灭的嘛，那么你要看到这种生灭，看到这种生灭，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你一直追究，追究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就是执取。那么执取一定从我爱来，我见我爱来，就爱取。那这种爱取一定是新的一种保命柱，就是触受想思，一定是这样的。你仔细好好想，它一定是触受想思那触受想心，就是它为什么会有爱取？那一定是跟我爱我见，一定是跟我见，一定是跟我见相应那为什么会有我见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认真想过，你没有仔细想过，你没有你就基本上就习惯这样想那现在要你仔细想，认真想非常精进的这样去想要这样。所以愚痴无闻凡夫那现在开始告诉你后面就开始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那我们说观察有很多种愚色见是我，就愚痴无闻凡夫就是你没有去了解身心的这一件事我们说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不从身心下手那如果你不从身心下手，那么也是一种方便，但是最终你要解脱，你必得要从观察无蕴身心下手你离开五蕴无我、六处无我、缘起无我而能得成就，那是无有是处。为什么？因为你之所以轮回那么是因为你之所以痛苦那是因为你执取有我。那你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你是不能只要有我，那么
就是由我见我害，那么就一定是起烦恼，就一定是造业，业成熟一定是受苦，受苦因为有我，又因为受苦而起我见我害，就这样反复循环，反复循环。那么所以叫做愚痴无闻凡夫，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那所以这些比丘问世尊，要怎么样能够很快得解脱？那佛说我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观察五蕴身心，好，观察诸蕴。那么这些没有智慧的那么也不听闻佛法，不如理思维的这一些人，那么于色见是我，色后面就是受想行识了，就是说五蕴身心执取为我，那么认为有我，若见我者，假设他这样的执取，那么是名为行。那这里就讲到缘起了，所以就开始讲彼名为行。那彼行何因何起何生何转？好，那么这里讲到有四个因即生转，那这个转原来是叫处，后来运顺老师把它改掉了就是因即生转，应该是转。何因何即何生何转？他举讲到这四个因即生转。那么有些讲本即生转就是它的翻译不太一样，本即生转。那这个转有这里原来讲处，但是应该是转那么所以就因即生转，本即生转那这个有的讲因习生有就是何因何习从何何生它前面都是一个何的，何因何即何生何转何本何即何生何转有的写何因何因何习，就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一样，不同的翻译，从何而生，一何何有，这个是中阿含，这个都是杂阿含的这个都是杂阿含。何因何即何生何转，何本何即何生何转那这个中阿含有何因何喜从何而生由何有，这个是中阿含，中阿含有这么说。那瑜伽师就认识因何因，即起源，这玄奘的方法何即一样，因即起源。那如果我们看它，那另外杂含还有就很多种，我们先写何所有何所起，还有何所有何所起，何所有何所起，何所有何所起，何所系着何所见我，何所见我，另外还有所谓的何根何起何生何转，杂含还有何根何起根起它还有所谓的何根根即
生转，根基生转，就是大概有好几种啊。这个是，这个是在后面那本后，这个后面就会有了。何根、何基、何生、何转，这个是何所有、何所起、何所系着、何所见我。另外有所谓的何因、何基、何生、何转啊，或是何根、何基、何生、何处，应该是这样啊。我们就把它写在这里。何生何处啊？有时候讲处，那处应该是转的，就何根何己何生何转啊？这里是在这里啊，一、二、杂含啊，这里三，杂含的，刚刚杂含就有很多种说法啊，三、四啊，就有四种啊。那何因何己何生何转？何本何己何生何转？何根何基何生何转，所以一样是一样的根因本啊，这翻译，这个翻译不一样的，其他都一样啊。另外有所谓的何所有、何所起、何所系着、何所见我。好，那么这个是中阿含的啊，那这个是于且师地论的啊，解释，这个是于且论的就是我们把所有有的都写出来就可以了。那么，那他有说到有解释啊，大概那有些是知因己起言啊，有些是这么说，我们看。就是因己起言，有些是这样讲，因 这是那个己起言啊，那是这么解释啊，因啊，因是这个是于且师地论的啊，它是因是知爱能引生苦啊，知它是苦因，知爱我爱能引生苦啊，有苦受，那么既生苦不能着急令生，那么急，那么他说既然啊苦受苦受啊，那么有苦既生苦，这个是苦受，不能着急令生，就是因为有苦又起烦恼啊，基本上这样。那么有爱，爱取有，爱取有，爱就会取，取就有，有就啊就会有果报生，就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六道就会出生受苦啊，就有五报，就有业报生了，那么就会受苦。那么只要有生死，只要有爱就有生死了，很简单，就这样。那么有生死之中就有苦啊，所以简单讲，有爱就有苦啊，就佛法里面也是这样讲啊。那么有苦，那么就容易起烦恼，不能着急令生，就会招感烦恼啊，那烦恼积聚啊，那么就发业论生了，就起烦恼啊，又会让未来又不断的生死，既生苦矣，令彼起故，那起。因己起，既生苦矣，即生苦矣。令彼起故，这是于且就人说的了。那么诸苦种子，次第招引，诸苦起。缘，就次第招引诸苦缘，诸苦的缘，那就变成有因有缘世间起了。那苦集就是这个五蕴身心。
那么总说来一下啊，诸苦集就是啊，这个引发老病死的这些苦法啊，就有这一些事情发生啊，就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那么不断的发生。好，那这个是《瑜伽师论》里面的解说了。好，那我们先来看啊，我们先看到这个，然后再来看经文啊。他说：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好，那么。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先讲第一个啊，无名处生爱，缘爱起彼行。那么彼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转？那么我们把这个因缘生转就看作一件事就好了。就是说，那它是怎么发生的？那怎么会这样？会有这种情形？那因集生转都是在讲那个原因嘛。就是它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因为它有因有缘，然后的因缘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它现在是这样，那它又因为就好像说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是果报身，我们早上讲它是烦恼或业苦或业而形成的苦啊，就果报身，那这个是因为烦恼业具足才有的，那么又因为这个五蕴身又能够起烦恼造业，因为过去的烦恼业形成这个果报身，那这个五蕴身又能起或造业，又形成种种的苦及未来的果报身，现在种种的苦及未来的果报身，那他先追究第一个，那么那是因为有无明，那无明相应处而生起所谓的爱烦恼，根本烦恼，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明缘行，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行可以从业想，可以从爱想，有两种，那从根本它就是爱，那么从它根本所造成的，那么就是业，从果上说是业，从因上说是爱，基本上是这样，那无明相应处，那么有这个爱，就无明行四名色六路触，这个触是跟无名相应的，所以有所谓的爱取啊，那而起彼行，那彼爱，那爱又怎么来的啊？那么爱是从受啊，触受爱取有啊。如果我们从缘起来看，爱怎么来？爱从受来啊，因为有苦有乐啊，那么就有所谓的这个有所谓这个爱，那爱不成了，就是爱就会形成所谓的贪跟嗔，就苦乐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就有所谓的贪嗔痴，乐受就起贪，苦受就起嗔，不苦不乐受就起痴，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没有痛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痛苦，你现在有痛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痛苦，好，那所以彼爱受因受起受生受转，所以我们把这个因集生转就看作它为什么会存在，它是怎么存在的，它又怎么变化的，它又有什么结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它是怎么存在，它又怎么变化的，它现在是这样，它未来又会怎么样，那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转，那我们就简单跟他讲彼受何因，就是为它何因何缘而有此受，这样就简单一点，何因何缘而有无明，就不会那么困难，就因集生转，好像我们要用很多观念去解释这种东西，就是说何因何缘而有无明，那何因何缘而有这个业，那无明就是不知道无因无我嘛，就前面你不去观察嘛，你无始无明，就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那么你没有去观察它，所以它就一直存在，你没有去解决它，它就一直在那里，那么但是它也是因缘有的，那因为无明，因为无明，无明就是不知无我，没有去观察无因，那所以它起爱，那爱是怎么来，爱因为受无明处相应受，那如果我们都把它加个无明处，就无明处相应的爱，就无明处生爱，无明处相应的因爱而有受，那这个爱是无明处相应的，那因爱有受，
那这个受又从哪里来？受是根尘是和合生处，由处来，受是由处来，所以我们这样就一个一个来看，就是无明爱，无明爱，然后是什么？然后是处，然后是受，然后那这个受，这个处又怎么来？就是简单的，那处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存在？六路处因，六路处，就是六路，内六路跟外六路。如果我们这样看，它就这样。我们把那个因集生转，不要讲那么麻烦，就是合因合缘就可以了。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见色是我，一色见是我。如果这里来讲，一色见是我。那么就是无蕴，无蕴，无蕴，没有，你没有观察，那愚痴无闻嘛。那佛陀已经教了，教你要观察无蕴身心，你又不观察啊，所以那是凡夫就是这样啊，一色与无蕴身心，无蕴身心见是我，好，这是第一个。然后他就该问，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啊？那么他说，这个是无明处生爱行。真爱无名处，无名处生爱，就是前面讲行啊，就是无名原行，无名处生爱，原爱起彼行，那爱，爱是怎么来？行是因为无名处生爱，然后有这个行，前面有这个业报生了，然后他后面讲，这个处怎么来啊？处由受来，处无名处生爱，爱他先讲爱怎么来，爱由受来，那由受，爱由受，受来，然后受，然后受又怎么来？受由处来。这个处是根尘是合而生处的处，然后处由六路处来，六路处，那么这个比处由六路处啊，内六路外六路处，六路处无常有为心缘起法啊，那这里讲到。以六路处无常有为心缘起法，无常有为心缘起法，是依这个心，那么第一个它是无常的，第二个它是有为，就是造作的，有生灭的，有为法一定有生灭相，生灭的，生灭的，那无常就是它也是一样生灭，它主要在讲生灭，那么是因缘和合的，缘起和合的，有跟这个心和合的。好，那么其实就是依心的因缘而生的了，心因缘生，心因缘生法是这样的，这个受是心因缘生法，它并不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并不是的。好，所以他这里讲那么比处受爱行，就讲处受爱行，那么受处受，然后这里有爱，名处生爱，处受爱，然后行，处受爱行，比处受爱行，因为这个行哪里的，就是因为有这个无名处生爱，那么行就有无名处生爱，那这里讲到处受爱行就四个，那么亦无常有为心缘起法。所以他这里就是行爱处受爱行，行爱受处六路处，因为这个是无常啊，他基本上就是这样，行爱受处，行爱受处，行爱受处六路处，六路无名缘行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触受爱
那么，他所讲到这个六路处是因缘而有的，那么所以，那么比触受爱行亦无常有为心缘所，触受爱行亦，因为他这个是有，这个是缘起的，心缘起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才有这个，这个才有这个，这个才有这个。那这个才有这个，那么所以这个既然是缘起的，那么这个也当然也是缘起的，因为这一些，这个是由这个来，这个是由这个来，处是由六路处啊来，那这个受是由处来，爱是由受来，行是由爱来。好，那这样这个是缘起的，当然这个也是缘起的，这个是有为的，这个是无常的，当然这个也是无常的啊。那主要是在讲这样。好，所以他说，那么比处说爱行亦无常有为心缘起法，那你就要去观察啊。那简单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坐下来啊，那么在想一件事情，那心里面产生恐慌啊，心里面产生恐慌或产生忧虑，不管你是啊对于过去啊，那么你忧悔，对于未来啊你忧虑。对于现在的事产生恐慌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的心有苦啊，那么你就要去观察这个心，我这个苦受从哪里来啊？很简单嘛，就从开始从苦受，我这个苦受从哪里来啊？这个受，那佛法讲啊，行受前面是什么处啊？那么就是你这种感受，你这种觉得会害怕啊，或是会担忧。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想，我这个忧心，我这个苦受，我有苦受，那这个苦受从哪里来啊？那苦受佛法说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处受啊，这个受，那受是从哪里来？从处。所以这个苦受它是一种心理反应啊，就是它是一种心理的反应。好，那这个处里面包括受想思啊，那它所以它是从处来。那么处又怎么来？这个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心理反应呢？那当然是跟尘世合合，就是我们的感官，然后面对境界，那么也许是在过去，那么现在就变成意对法，过去的言耳，就是你昨天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接触到什么，那么境界已经过去了，那么它留下来就变成法尘。那么这个法，那么意在静下来想的时候，想到这件事会害怕，会担忧，担忧我未来不知道怎么样，担忧啊这件事不知道会怎么样，就害怕。那么那个就是意对法，那个意对法还是因为五根对五尘，就是你先有五根对五尘，然后后来这个境界不见了，但是内在就转为这个法尘啊，那意对法啊一样，那就不离开六根对六尘啊，然后你去了别它。就是你一直记着它，那么产生的这种受触啊，触受啊，那么你这个受基本上是因为这样而来的。但是你要想，那么这些都是无常的，心本身就是无常的，境界也无常啊，基本上就是心境事而已嘛啊，就是心跟境，主要是心跟境，那么。心也无常，境也是无常，境本身就无常。那么这个身心也无常啊，那么身心而有的心所，这个心本身是无常，那么由心产生的心缘起法，由心而有的心所，怎么可能是常呢？啊，那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有为的，都是生灭的，不是常的。那么就是缘起的，缘起就是因缘合合而有的了啊。那么这样你去观察啊，你这样去观察啊，那么你就知道，你如是观者，他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看，他这里总共讲到了二十种啊，就二十种身见啊。第一个见色是我啊，我们慢慢写啊。第一个是见色是我，就是说你这样去观察。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见到啊，所以他这里讲到是这样，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这个因为他翻译的没有很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建设是我，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建设是我，色受想行识建设是我，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你不建设是我了啊，不建设是我，就是我们把第一个是建设是我，那你当然就不能得解脱了啊。那你第二个他没有写，但是就是不建设是我，就把这样了，不建设是我。虽然不建设是我，但是啊，而建设是我所，建设是我所。我所啊，好，那么第一个是建设是我，第二个你不建设是我了，是建设是我所，那一样，然后第三个不建设是我所，不建设是我所一样，不建设是我所，但是。建设在我，这个就讲到我们只要讲三种，是我意我相在，那么建设在我，设在我中了，建设在我，就主要是有它是这样啊，这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三个建设在我，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不建设是我所，但是而建设在我。第四个，不建设在我，而建我在设。我们把它另外写在旁边，这样实在是看不清楚了啊。不建设在我，就是你没有这个问题了，你有这个问题不能解脱。你有这个问题，你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有这个问题，那你没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就一层一层的。这个其实就是二十种身见了。二十种身见，我们现在先大概这样讲，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是我、意我相在、意我，那么相在，那相在里面有我在色中、色在我中、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它就有四个了，色。色在我中，然后这个是色是我，应该是这样，是我意我相在，是我意我，那么相在有两个，那是我就是色是我，色是我，从色来讲，那么意我就是，那么色意我，就是色不是我，色意我。那么这个色，这里就有四个了。那色受想行识五四二十，色受想行识就五蕴，所以就是五四二十，就有二十种身见。色是我，色意我，我在色中，色在我中，那这也是一样，一个一个讲。那见色在我，不见色。第三个。第三个，不建设是我，不是第四个。第四个不建设在我，不建设在我，见我在色，见我在色。第五个不见我在色，而见受是我。第五个不见我在色，这个见不见，它都是这样，色是我，色是我所，色在我，我在色，基本上是这样，色是我所，见不见，色在我，我在色，那么见跟不见，基本上我们把它别出来就好了，不见
不见跟见。好，你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有这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你有这个问题，那你没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不见我在色，那这是第五个，见受是我，见受是我，这个是受了，受跟色受想行识的不一样，那么见受是我。不见受是我，而见受是我所，反正就是这样的，不见。受是我。那么见受是我所。后面其实都一样了，就是照这个次第这样写就是了，受是我所。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色。好，那么第七个，我们就把它写一写好了。第七个是，你在上面给它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七个就是不见受是我，而不见受是我所，而见受在我。不见，都是从这里再上升去就是了。不见受是我所。不见受是我所，不见受是我所，那么而见受在我，见受在我。那他这里受不是我，但受想行识是我；色不是我，但受是我；受不是我，但想是我。那一样啊。那么第八个啊，那第八个是不见受在我，而见我在受，不见受在我，见我在受。第九个那我们就不要写了啊，就写下去都一样啊，我等一下用练的就好了啊。然后一样啊，就这样一直去，就色受想行识，你就简单了，就色受，然后后面就是想行识，后面就是想行识，色，那就是这个拿到上面来就是了。然后见，总重点在这里，重点就是见色是，就是这里，见受见色是我，然后见受是我所，色是我所。色是我，色是我所，色在我，我在色，是我一我相在。然后一样，受受是我，受是我所，受在我，我在受，一样。然后后面也一样啊，就不用写了啊，就知道是这样了。色受想，然后是我一我，然后相在，然后行，然后是。那一样是我一我相在，然后就总共有20个。好，那我们就不用一一写了，写到这里差不多就知道了。我们来看，那现在看你就在上面给它标12345678910就好了，我也是这样标。那我们还是要看就是就不用写了。那么第七个是不见受是我，我所而见受在我。第八个就是不见受在我而见我在受。那么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了第八就知道相在啊，然后第九个就换了啊，不见受我，不见我在受，而见想是我啊，那想是我，色受想啊，九十十一十二都是想啊，那么九就是见想是我，十第十个就是20种身见嘛，第十种身见就是见想是我所。那么第十一种就是见想在我，上面就不要看了，上面就是否定，上面的就是你没有上面那个问题，但是你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简单，你就第一个见色是我，第二个见色是我所，然后见我在色，见色在我，反正就这样，所以第十三个就是见想，见我在想，见第十
第十个是啊，我们先讲第十个是见想是我所啊，十一个是啊见想在我啊，十二个是见我在想啊啊，那么十三个就换了啊，因为四个四个一组，四个四个一组，十三个是见行是我，色受想行识的行啊，然后第十四个是那么见行是我所，是我所。然后第十五个就是见行在我，第十六个就是见我在行，第十七个就是啊见事是我，第十八个是见事是我所，第十九个是见事在我，第二十个就是好，最后一个啦见我在事啊，那简单嘛，就这样啊，色受想行识，见色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眼睛闭起来都可以念了啊，色受想行识，见色是我，见色是我所，见我在色，见色在我。那基本上是这样嘛。他先讲先见色在我，然后再讲见我在色，见色在我，见我在色，色在我中，我在色中了，基本上是这样，见色是我，我所，见色在我中，我在色中，见受是我，我所，见受在我中，我在受中，那么基本上到最后见事二十种，就二十种身见了。好，那么虽然啊，后面还有，虽然他说不见我在世，复作断见啊，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异我啊，就是色受想行识中无我，但是是断见啊。那么他是这样的啊，不管是是我里面啊，这个我见里面身见是我见，那么色它是这样的哦，它这个意我就是断见了，那但是它是这样，它是这样，是我里面，是我所，是我所，它就有两种。那么色受想行识它是这样，我们这个就不要了，色受想行是好，那么色是我所，色在我中，我在色中，是我所。那么色是我，就是这个色就是我，色不是我，但是是我所。色是我所，可能就是受是我，受是我的时候，色就是我所啊，或是啊，那么或是想是我的时候。那么色就是我所，受就是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我所，这个就是我所，这个是我，这个是我所，这个是我，这其他的就是我所，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在色中，在我中，就是我在色中，或色在我中，或受在我中，这个是四个。那么这个都是常见哦，这个都是常见。那么还有这个是常见，然后有断见啊，断见就是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这个都不是我啊。那么基本上又有断见，它不太一样啊。是下课了吗？啊，还没，是下课还没啦。好，那先下课，先下课。